因为大家都知道台长来一次不容易，所以来的都是一些很多很多孩子都有怪病啊，都是医学上医不好的病，所以台长们让台长来给他看的。嗯，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俊宏台长。哎，你看爸爸妈妈多无奈，爸爸妈妈看着这些孩子心都碎了，所以大家要知道，真的是要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啊。2001年他是属蛇的，我给他看看啊。对，2001年。对，嗯。他生出来时候啊，有一个长辈啊，生出来之后不久啊，有一个长辈过世的有吗？过一两年之后，好像像女的，像外婆啊，有姨外婆吗？有外婆，外婆是，哎，过世了没有？我的外婆跟他的外婆都是那么几年过世的，他现在不记得。就是他生出来不久，而且还看了他几年，对不对啊？还照顾过他吗？可能没有照顾过了。没照顾。嗯。不，你妈妈照顾他，就是你的妈妈，就是外婆照顾过他，对不对？照顾了，对。对啊，照顾过他。好了，讲都不要讲了。哎，我告诉你。现在我讲到他的关节了，就叫他开始老实了。他说明他的外婆，你明白吗？说明他的外婆啊，台长刚刚看见一个老妈妈，我现在描绘一下他的情况，你看看是不是像你的妈妈，好不好？那在他身上，我告诉你，头不大，头发往后梳的，你听得懂吗？这里都是皱纹。是是。这里有点瘦下来了，对对，明白了吗？就是他的外婆在他身上，你看他现在老实了吧？脸上都是皱纹，不是这里是，是，嗯，记住，你记住，我现在看的那个老，我现在看的那个老人家，我现在讲出来那个老人家，你别管他，现在就是在他身上，明白了吗？你看他现在老实了吧？大家看见了吗？我讲到了他了。好，他刚刚怕人见人，现在好了。那个现在台长给他医治一下啊，台长给他医治一下啊，好吧？你看，好，小弟啊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站着啊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王维云，不要动啊，你不要拉他，不要拉他，不要拉他啊。嗯，你看他讲出来声音啊，不像他的声音，大家听得懂吗？嗯，他经常有这两种声音出来，对。好，走到爸爸妈妈那里去啊！好，站好，好，把爸爸搀起来好吗？把爸爸搀起来好吗？看到背爸爸了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好，如果台长并不是说叫他现在这么好了就好了，我现在的目的是让他能够魂回故里，就是能够魂回到自己身上，然后呢？他再给他念小房子，他就会有救了。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？我问问他外婆看啊。哦，要很多哎，怎么要这么多？要念600张。600张，好吧。那现在你告诉他啊，你现在告诉他念不念？你问他念不念？啊。嗯，就是你们夫妻两个好好念，你问他好不好？啊，对对，念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
到现在还没真正讲过话呢。讲梦话是吧？没讲过话。啊，没讲过话。讲不清楚就是。从来没讲过话，就是叫，就跟前面一个一样的。因为呢，你们知道灵性病有一种很不好，越晚治，它的灵性已经在你身上了，它不容易跑掉。所以呢，时间长了，等到你就算灵性跑掉了，因为它不会讲话了。因为过去几年，就像很多灵性一样，它在一个人的身上，它不停地让你受害，让你腰不好，腰不好。等到你把灵性念走了，你的腰已经不好了。大家听得懂吗？就只能用这个方法，已经很老实了。好了，好，你们这样吧，让他好好，让他好好的念经吧。六百张不是个小数字，把它念到，我看念到一百多张的时候，效果就出来了。对对对，好不好？你们两个好好念，尤其他妈妈，不要嘴巴乱讲话，明白吗？要坚信，好不好？好。他那是什么颜色的？要穿什么颜色的衣服？牛是吧？不是蛇。花的，你就给他穿这种衣服。没关系的，他就是这种花是吧？好吧。他已经老实了。今后能自食其力吗？第一，六百张先念掉。第二，我劝你做生意的时候稍微公正一点。因为爸爸妈妈身上的业障会传给孩子，你们听得懂吗？让你们难过，明白了吗？花你们的钱就是要债，把你们的赚来不正当的钱或者多赚人家的钱全部用完。是是。我看你已经用的差不多了，好好放生、许愿、念经，好不好？现在已经放了这个7000条的鱼。不知道还要放多少。你刚刚前面没听见那个人说，人家几万几万条鱼放，好吧？10万。多放生，一定会好，好吧？好。放心啊，做人当心点。好了。